好，那就这样子。哦不，哦，好。第一关，七 combo。嗯，好。哦，笑得太好了吧？哎哎哎哎，笑到八了。笑太好也是不太 OK 啊。哎呦。啊，就这样子。叠个猪。有啦。嗯，好，这边不会死，不会死，我们就再打一次。其实如果你转速比较不行，这边其实是可以那个啊，可以 U 转，转完之后 U 转也是行的。这边只要输出两回合，基本上就可以有机会带走，差一点点。好，火猪一样是火猪起手。刚好七。红哥那么晚在努力，对，因为今天按赞的人比较多，所以那个，所以就承诺大家要开到比较晚这样。哎，好，斜转，尴尬。哦，听起来好狂哦。OK， 没有问题。第三关，超人队直接被取代了，这没办法、啊。我也很想要全部超人的配置，但是很显然的很难。好，这边你至少消一组星，一组星或暗，然后这样才可以减伤，然后每回合回血这样就好了。对，其实这边是有机会手转过的，我不是有一点要吃手转就是了，转速时间有减少。好，没有问题。接着我们来到了第四关了。哦，暗珠还蛮多的。好，这里我们直接开这个欧布加上奥丁，暗珠很多，没有问题。好，这里的话我想想看，火珠在那边真的好尴尬哦。火珠，我想就是这起手了。好，来吧。哎呦，差点笑到。好，天降多一点，碎啦，蹦。好，可以，然后这个再解锁，这个就没有问题了，这个问题就不大啊，只能解锁这个哦。好吧，那欧布应该打也够了，欧布绝对破亿的吧，绝对有机会的吧。等一下，这是 Leaflag 吗？等等等等，应该没问题吧。欧布打不到，欧布开机打不到两亿，那真的是可以三卡了耶，这真的是可以把欧布删了耶。好啦，有啦，四亿啦，吓死我，没有问题。好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里来个叠珠吧，来个叠珠吧，我觉得可以，这叠珠一波，差点就要三卡了，刚刚，没事没事，有时候弄 frag 哦才是，哇哇，这里的话，这样帅帅帅，哇，我太会叠了吧，太会叠了啦。哦，如果没有办法叠住的话，其实你可以开这个卡二十，有办法。欸，这个有办法叠，你们想看我叠珠吗？不管你们想，不管你们想不想看，我都会叠啊。可是这边，哦哟，不是很想开技能呢。水珠骑手好了啊，可是火珠骑手还蛮棒的那个版面。火珠其实都好了，反正不会死掉。嗯，新珠在这，好，可以。我们来看我们可以叠几次。哎，两个欧布也太慢了吧！哇，这个就有点难叠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哦，其实这边可以慢慢叠啦，因为我们这个水珠起手就好了，然后消到暗珠基本上就没有事，就没事了。然后这个再把它处理一下，靠减伤去磨过去就没有太大问题。
再靠剪刀来磨一次好了，我需要撞一下版面会好削一点。这样，哎，这样好，然后把它撞上来。好，好，基本上你这个就可以靠这个小小撇步啊，你就可以无限的洗技能了吧，无限的排版面了吧，对不对？所以欧布在这边其实是没有太大问题啊，只要不要手削到，不要手削到，对，不要手削到。不要手敲到木珠就没事。好，是不是很轻松？欧布在这边，这关也是稳过。好，然后第六关，这里的话就开个欧布就解决啦。直接跟他说拜拜。哎，斜转漂亮，好，就这样。完美。好，来到王冠了。哎，人不见了，会怕是不是？欧布这么猛，他跑掉了，精灵跑掉了。好，我们把他找回来，把他找回来。等一下，他有点害羞，大家等他一下，打完才敢立 flag。没有啦，还没打完啊，我们还是从头到尾都在立 flag。跑掉了，跑掉了，等他一下。蜜儿 MVP 真的不用带两只蜜儿啦，一只蜜儿就可以过了。OK， 哎，哦，好，哎，等一下，他的身上怎么没有东西啊？这样，这是要削什么？有人跟我讲吗？他的身上怎么没东西啊？怎么没有东西？等等，为什么他身上没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花？什么意思？所以我现在要干嘛？人知道吗？我们再重登一次哈，我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啊，但是我没有想要用 bug， 但是他一直有 bug， 我真的是很困扰。这到底是谁啊？这个 bug 会怎样？有人可以跟我讲吗？就是完全没有这个盾牌了吗？还是他会就是会乱打你？自己拆珠子，哇，这个超越梦魇级了吧？我还要自己拆他到底是身上是什么东西哦？哇！哇，这难度不是吧，大哥，给我一个提示啊！太难了吧？大家怎么会有人说，各消两组就没事了是吧？哇，真乐观。好，我们就直接来消了好不好？这个超越梦魇级的难度，我们来玩玩看。盘古只能排一次齁。哪有人那么浪费的啦，来试试看啊。好啊，你搞我啊，我就重温给你看啊，好吧。我们就靠天降啦，好，从头到尾都带赛，可以了吧，可以了吧。他到底是什么啊？出来了。刚刚那是什么啊？所以刚刚那是what？ 不可思议，神魔之石大，不可思议。好，这个暗珠跟木珠都卡，怎么可以办到的？有谁可以跟我讲这个？好，这个木珠嘛，我决定这边直接开九风王了。木珠两组是吧？好，希望开有一木珠一珠，有好吗？木珠一组啦，木对好。然后接下来的，我跟你讲，接下来有个小诀窍，就是把那个符石大概都数量都排到一样哦，然后星珠跟光珠都全部尽量给它消掉就对了。OK， 大概是这个意思。有标题了，超越梦魇级的关卡，真的。所以刚才那个是一开始是我们代赛有消到了，是吗？我不太清楚刚才发生什么事了。好，这边就是连续尴尬啊，还敢尴尬，红哥。一二三四五啊，盘古了。是不是直接这样就好了？还有这鬼畜操作，好，我们已经用掉我们所有保命的技能了，完蛋了，接下来就是挫赛，我跟你讲。接下来还有龙科可以挡两回合啦。那我们又卡住了。
哦，还好还好，这种卡一个珠子的我们都可以接受，我们都可以接受，最好是水珠吸收，然后我们可以拼个天降之类的，还行还行，还接受，还可以接受。弹珠，啊，是不是降起来啊？来猜一次了，暗珠两组，火珠一组，水珠一组，哇，这也很尴尬。有一个方法，有个方法，开欧布就解决了，是不是？Yo， 然后之后我们再开这个 ，Yo， 碎啦，过了过了，两组暗珠没有问题，耶、yeah ，聪明如我，就这样子过了。哎，其实这对各种开下去蛮保险的，就是你九凤至少可以解一次吧，然后你盘古至少解一次，所以就解两次，对，然后剩下的就随机应变，对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帮。哎，欧布拆回合啦。哦不，还在混啊！哦不，怎么办？啊，这里开个龙科，对，我们就即使一回合没打死，还有，吉田，你可以把东西还我吗？吉田偷我的中，噔噔，好，我们欧布开下去一定是打个四亿，所以没问题，所以我们这边一定是可以过的。吉田偷我东西啦！吉田，还我！吉田，吉田，这朋友这样当的吗？最后我们要过，我们要临时过了，你这干嘛？吉田，好、啊，是我笨啦，我笨啦，我的错，真的是我开错了。反正我以为吉田就是转强化珠，没有，他把你的状态偷走呢，偷走你的心哦，哦，不止偷走你的状态，偷走你的心。吉田，好，这里的话再开一个，希望这样会过，希望这样有机会，拜托了，就求你这一次了，不要在这边死掉啦，没有人在王冠死的啦，很呛哎、欸。好，天二九 combo 可以吗？可以过吗？过一波，啊过，吓死，吉田比中指，哇，还敢嘲讽我啊，偷我技，偷我技的就算了，还比我中指。吉田你真棒，制造这个帮我们增加难度啦，他可能觉得太简单了，然后就帮我们增加一下难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制造效果，行行行。哎、欸、你看我们只有这么多效果还过，就代表说这队是稳定的吧，对吧对吧，所以欧布真的是没问题啦。